安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跟你前后左右跟他说早安。早安。开心今天早上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Amen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用一段的经文来开始我们的美好的早晨。上个星期我们的经文读到马太福音11:28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延续29:30，好不好？请我们的 PPT 帮我们打出来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马太福音11:29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劳苦所有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神，你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烦恼重担，因为神的话语说神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。 Amen 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的来宣读神的经文，一起来，一二三。马太福音11:29-30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两个人跟他一起的来，我们来宣读神的话语，来，两个人把神的话语宣读进他的生命里面。Hallelujah。 好，来，准备好，一二三。马太福音11:29-30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神的轭是容易的，神的担子是轻省的。 Amen。 Hallelujah。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的来敬拜，我们要一起的来高举我们的神。 Are you ready? Yes。 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天父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说神，我们把所有神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东西，所有的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说神，你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你配得我们的赞美。今天早上我们打破我们身上最珍贵的香膏，倾倒在神的面前。今天天父爸爸渴望与我们见面。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再当刷面人也好，我们也不需要再当一个看似坚强的人。今天早上天父爸爸说，孩子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使你的安息，打破你的山高，在我的脚前。 Surrender yourself, fully surrender. Thank you, God. Thank you, Lord.渴望体贴你，领我生命。
我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我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今天早上好不好？让我们每一个人降服在天父爸爸的面前。我们说出，我们把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荣耀归还给你。大步就想要在你脚前走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，只为你。再来一次，打破这山高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，只为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愿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我倾倒我，我倾倒Yeah.
事已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你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嘿，以后倾倒我所有，我倾倒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你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，我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Yes, Lord.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我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最后一次来，我倾倒我所有，愿你旨意成就。Oh, to you, Lord.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我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Thank you.
世世代的夫妇，全心全意敬拜，齐声宣扬称颂圣羔羊，众圣徒众儿女，万族万民万般，齐声宣扬称颂圣羔羊。你名是至高神，你名满有能力，你名超乎一切，所有权柄权能，所有国度能力，你名超乎一切，从天使呼喊。
更多更多的高举耶稣，高举这位万王之王。也有 people sing holy to the King of Kings, holy you will always be holy, holy forever is God. 众天使呼喊，再次来敬拜，我们要献唱圣洁，向万王之王。天父，即将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，爸爸。早上我们非常感恩开心回到你家中，一起来敬拜天父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爸爸，你的良善慈爱总是围绕你的孩子。天父，我们敬拜上帝，说爸爸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高举你，我们赞美你，
有没有相信天父也是良善又信实的天父？哈利路亚！好不好给我们天父爸爸一个热烈的掌声荣耀？哈利路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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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